护理白癜风呢，就是注意几个方面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要有合理的膳食，要加强营养。家长呢要给这个患儿呢，就是说多加强一些，就是说高蛋白的饮食啊，还有呢富含一些 B 族维生素的一些饮食啊，还有呢适当的补充一些那个多种的微量元素，多吃一些这个黑色的食品，比如说黑芝麻呀、黑米、黑豆啊、黑木耳啊、核桃仁呢。这些食物少吃一些富含维 C 的这些食品，再一点呢，就是说要合理的用药啊，就是选择那个适合儿童的一些治疗的方法，比如说呢，不要这个大面积长期的使用这个激素的药物，还有一些呢，就是系统的使用一些免疫抑制剂，要选用一些适合儿童的治疗方法，比如说可以用一些免疫调节剂啊，还进行一些这个光疗啊，还是可以用一些这个中药啊、口服啊，这些呢都是比较适合儿童白癜风的治疗的啊。再一点呢，就是说做好心理的疏导，减少心理的负担啊，因为儿童他在生长发育期嘛，心理这个发育还不是很成熟。这个时候呢，白癜风呢经常会给他造成这个思想负担呐，心理压力是比较大的，就要多关心啊这个患儿，多给他温暖，给他创造一个良好的这个生活环境和学习环境。